究竟刚才片中的女人是真的被人落了降头，抑或她本身有这个梦游的习惯呢？降头是不是真的这么可怕，避无可避呢？要解降既然是这么难，于是强化自己就可以免除降头入侵。这位叫阿赞浪的原来是来自泰北的降头师，他跟我说法师帮人做善事的降就无所谓，但做恶降就很容易会走火入魔。来这栋文符咒的女仔主要是一些夜生活女郎，亦都有做 sales 的。文符咒的作用其实等于是落个降给自己，等自己人见人爱，多些人喜欢。此外亦都不会那么容易去嗨到一些污糟东西。除了女人之外，原来这里一些当地的印度人甚至乎中国人都会走来闻，似乎将啲佛咒纹上身已经再不是泰国人的专利了，甚至可以说青出于蓝胜于蓝，有些中国人纹得比泰国人更加夸张。好像这位仁兄这样全身就纹了一些很古灵精怪的泰式符咒，有些我都没人见过，好像一朵花一样，究竟又代表些什么呢？花呢，即玫瑰花是世上每一种人都封 封印的嘛，这样纹了它就被人看到你崇恩啲咯，人然後好啲咁樣咯，因為花係代表全世界都歡迎嘛，尤其是玫瑰花，人然仲過好。咁呢個好似白勒吉個靈神嘅又係咩傢伙嚟？白勒吉嘅靈神咧就係老虎咧就代表權威、避險、人緣、財氣，數碼又齊曬噶啦。咁跟住呢個啦，上面見到一個都幾有趣啊！咁呢個 Miba 咁究竟又係代表啲咩咧 ？Miba 咧講嚟又係人緣嘅，人最緊要有人緣，有人緣咧就有生意做，可以做開店頭啊，做生意賣嘢咩，送啊順順利利啊，好多人嚟幫襯你咯，睇到你順咁樣咯。咁跟住有個黃金小袋喎，咩嚟咧？黃金小袋咧代表日日都咁多錢咁樣啦。啊，钱多多啊，满袋而归咁法。系，咁你右边啊，右边脚睇下先，有个类似美人鱼嘅物体，又系咩嚟咧？女人鱼嘅物体咧，就系阿卢敏嘅老婆，即系纹咗咧，就系养夫妻永远都永不分离，一恩恩爱爱咁样啦。啊，人鱼好啊。上边有个，呢个又系咩嚟咧？呢个就系拍鞍，拍鞍咧就系又系另外一种人缘嘅嘢，即系佢有男有女嘛，即系恩用不如和谐咁样计。跟住，仲有我見你嗰邊有個呢個又係咩嚟咧？呢個呢個鷹，呢個鷹就係泰國嘅守護神之，佢嗌曲啊，曲咧即代表財氣啊、避險都有，拐經嘅都有，最緊要係佢經咯，睇落咩經咯，財氣經就財氣咯。咁跟住我見到有條龍，咁其實龍又唔值得介紹嘅，咁但係咧，佢嗰個龍嗰隻眼咧，似乎有啲特別嘢喎，大家睇睇係會喐嘅，裏邊咩嚟嘅咧？这个是那些天然的石石力禮，是讲力禮啊，力力啊，可以石的。啊，即场示范啊。啊，这个呢力禮呢又可以避险啊，有人员有避险啊，有石的。哎呀，真是。哇，好犀利啊，这个真可以石到啊。啊，这个是一个龙坡出的。哦，咁嗱，咁又呢一边见到又好像有啲嘢喎。呢邊我見到好似都唔係咁平滑喎，你好似裏邊係傷咗啲嘢喺裏邊添喎，咩嚟咧？呢個就係金片凳雞，即係佢割金片攞金嚟做嘅，寫落經打落去。咁有乜好處啊？好處就係好似一時我哋冇帶到出邊嗰啲綁腰嘅凳雞啊，忘記帶咗啊，佢都可以幫作用。咁跟住聽講話你身上面仲有其他架撐喎，係咪啊？好多下咯，俾你睇下。OK， 喺邊度睇到？收埋咗啲喎。哦，架撐就有第一，帕拉克巨靈神，帕拉克唔同師傅嘅帕拉克，有幾多條帕拉克喺度咧？幾條啊？有成十條咁樣，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條啊，計埋啲細細只嘅十二生肖啊。你開咁多條嚟做乜咧？請問？哦，因為多條咧就係即係唔同師傅噶嘛，唔同師傅。代咧就佢一種每一種唔同嘅方法嘛，有人緣啦，撇邪又有啦，財氣又有啦，總之咩都有啦，象牙都有。咁仲有啲咩特別嘢？特別嘢就又睇下咩傢伙先。哇！呢個就係曲奇餅咁嘅咩嚟噶？圓通姻緣化，即係
一个男一个女在一起永不分离，永远都恩恩爱爱讲解咯。不过做生意又可以代嘅，代咗咧就一切顺利，人哋睇到咧都有缘啲咯。喂，你全部都要讲缘啊、顺眼啊咁，你家下市啲人缘好差咩？你人缘好唔好咩？讲真就带未带之前都系好嘅，带咗仲更加好啦。仲更加好啊！识到好多人讲咯。咁跟住又人见人爱，车见车载咁啊。讲真就睇自己啦。呢位师傅喺呢度非常之有名，佢嘅信徒大多嚟自五湖四海，而佢哋嘅法事亦都颇为另类。好似呢一个嘅就叫风利降，用针将符咒纹去脷上边。据师傅所讲，完成咗呢个降之后咧，你讲乜嘢人哋都会听晒你，真系咁厉害。而呢一个就叫明眼降，眼睛是灵魂之窗，亦是人与人见面第一下会见到的部位。有些明星对眼具有摄人的魅力，甚至有迷人的目光。据说就是做了这些这样的降头，真是犀利了。Peter， 想请教你，泰国我成日去，我见不少泰国人会将一些符咒纹在身上，甚至乎身上带很多佛具。但是以我所见，你们店铺的人似乎纹得比真正的泰国人还要多，带的还多，究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师傅好，很多人都专程来找他，因为他法力又好，所以他又还有他的人缘又好。那有几好呢？可以这么说，有十个有七八个人来到问了之后，他们觉得真的可以帮到他们，即真的可以解决他们切身的问题。一传八，八传十，一传十，十传八，这样就越来越多人。但我又想知道，你的人客之中以什么阶层的人居多呢？上中下层都有，甚至律师啊、医生啊都有啊，正门偏门的都很多，他们有需要的人，他们有需要的都来找师傅。